今天啊，通过商战游戏，赢的人还能获得九府的继承权。这两幅画的成本花了两根金条，赶上咱们这波看看是多少钱，亏了这把。目前为止我只拿到一个，我拿走二十个。我怎么会有这样的合作伙伴？我就靠我自己应该是没戏了。合着你一个宝贝都没有是吗？啊，这你都知道啊哥，这个应该是个宝贝。你算出来你的数字是多少了吗？他们比你想的聪明多了。每周日晚东方卫视极限挑战第九季，敬请关注。